美女，这么热，有没有衣服在里面呢？衣服倒没有，不过吹风筒在里面。哎，你看，前面那个就是。哎，好吧，哎呦，我进去吹一下。不要进来哦，哎，要偷看哦。哎，好。我是正人君子，偷看这些事情，卑鄙小人才做得出来。哎呀，单身了45年，这辈子第一次有女孩子进我家，还是过来要我赔钱的。哎，这个脑子一定要学会转，单身那么久是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不行，这女孩子那么漂亮，要去相亲的。哎，她跟人家相亲，还不如跟我相亲。你看我那么优秀，那么帅，呸，跟我相亲，想个办法才行。手机落在这里。美女，美女。吹干干了，你看，哎，差一点，是还有点湿啊。哎呀，那么难吹。哎，行了，在路上走的时候，风吹它就干了。没办法啦，现在急着去相亲，那肯定要啊。吹吧，去相亲吧。我手机呢？你要手机啊？我刚才明明放在这里的呀。你放手机在这里？对呀。胡说，我都没看到。什么？你没看到？你不会是拿了我的吧？哎，你诬赖我什么都可以，坚决不能诬赖我是小偷，不然的是我这个人光明正大会偷你那些手机。那我明明放在这里的呀，怎么不见了呢？是啊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可能丢到那边了，那边吧，一起找找吧。啊，哎，我跟你一起找吧，你找那边，我找那边。时间。哎呀，找了整整3个小时，你的手机到底去哪里了？嘿，我还想问你了，我在那边找了几个小时，怎么都找不到。你也不用去找了，这个可能家里面的那些阿猫阿狗啊，经常过来挑东西走的。阿猫阿狗还会叼手机啊？对，你也不用去打你手机了，估计啊关机了。哎，真倒霉啊！黑钱，黑完钱，哎，这个时候天又黑了，怎么办？对呀，相亲对象都走了，这个早就走了，这个时候还等我吗？1000块，哎，美女，你去相亲那个男的你见过吗？没有见过啊。要我那么帅吗？不知道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他还是一个未知数，连见都没见过一面。他说不定是一个烂赌鬼。美女，你身材那么漂亮，那么好看，这个人美貌白的，哈哈。哎，你看我也是单身的，你去跟人家相亲也是香，跟我也是香，你不如考虑一下我，哈哈。你看我家里面，你看，这房子又多。人又有钱，是吧？也是哦，你看，从你泼我开始啊，弄到我衣服，然后我就来到你家，又不见了手机，然后找了几个小时都找不到，相亲对象又黄了，相了好多个都没成。你知道是吗？这叫天注定，姻缘注定，你要从我这个地经过之后呢，我就喷湿你衣服，你看缘分就来了吗？这个天命不可违，是吧？我也单身，你也单身，是吧？哎，缘分天注定，这个没办法。看你人长得也还可以，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。那个是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过这几个小时的相处，觉得你为人还挺好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叫大头，你叫王勇。哎呦，会武功那种啊。会，还有武功啊？对，那行，那个，其实呢，那个讲那么多废话也没什么用啊，我还不如真正体现出来，来把我的优秀的一面体现出来，先拿这点只是见面礼，以后跟着我的话吃香的喝辣的。我怎么好意思？讲错了，拿走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给我逛逛街，跟我逛逛街，好。
跟关关见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就回你家见你父母，后天咱们就领证。好，我父母期待已久了，不然我就家都没得回。逛街买生活用品，为我们将来做打算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